因为是咱台湾草鞋用机协会来举办一个草鞋的这个活动吼，啊，可以当用振兴券。我想咱龙山是足侪游客观光的所在，所以啊，这个啊振兴券搭配振兴券的使用吼，一定会让足帮助足侪草鞋用就业者吼，因啊会当来吼，这个提供足水的足好吼，可营养的，可好食的这个草鞋。我想啊，草鞋用就是未来，我想伫台湾啊，尤其是咱台南。哦，正会当发展的这个啊，养殖项目，啊，对着咱的整体这个养殖业来讲有正大意义。啊，过去草鞋养殖协会嘛，捌去举办活动吼，啊，正侪人拢会当啊来，哦，咱的市民朋友会当认识，哦，正侪草鞋好的这个所在。所以呢，我想未来市政府会当正甲咱的养殖协会来配合，来大力来推展。啊，这个草鞋用这个成果，有更加侪人啊了解啊明白啊，这点我是会努力来啊来促成。啊，今仔日的活动，我想较平也会足侪人吼、哦、来参观哦，因为今仔日是休困日，啊，足侪游客观光客来，啊，希望讲大家会当来多多来明白咱的这个啊草鞋用具，啊，互咱真侪啊。农民朋友，吼，因辛苦的成果，会当吼做些人知影，就这样。OK， 感谢，谢谢。好，我今仔日办这个迄个振兴方案的活动，主要是咱针对咱沿海地区这些产品，吼啊，因为这边的新冠肺炎病毒来导致说，吼这边的迄个产品的来滞销，吼大家拢不爱出门，啊，阮希望透过这边的活动来配合讲吼。我们叫办主办这个器械的部分，啊，搁有文革壳哦 DIY 活动，啊，配合我们饮食的部分，我们有采集一些哦养殖过程，包含收成的一些小短片，让更多的民众能够更加的了解，知道说、哦、我们整个养殖的过程，啊，希望透过这次的活动来带动我们整个鱼产品的一个产业链，啊，希望大家能够踊跃来参加这次的活动，感谢各位。就是尾巴这边，222根刺都拔掉了，整尾只有剩骨而已，没有刺。哦，对对，都一样。还有小雕艇，也有大雕艇的一个，比较小的比较大。对。哦，这是我们台湾的一个海草虾。来来，这边，妈妈。妈妈过来。哎，让市长看一下。这是海草虾。你们可以对，所以pH 值偏高或偏低，它就很敏感。对，啊，因为我们台湾的气候极气候端哦，就是一年四季哦，春夏秋冬，还有台风、雨季，还有地震，都是会影响我们养殖的一个危机。对，所以说这方面我们已经有请了很多。
哎，都有，我们室内室外都有。对，啊，我们有这个博士教授他们在研究一些开花的，对，哦，品种。对，对，市长，我们拍张合照，立刻。好，谢谢。还有几个外籍生啊，还因为啊，他们没办法回家了，就把他带来这边当打工了。他们是合法的哦，对，是合法的，他是海地，还有那个斯瓦蒂人。哦，你好。啊，我是假日农夫啦。哦，我帮我爸爸在，我爸爸放弃。不要啊。不，就是普通的文憨。文憨。啊，多记住这点啊。啊，我这放阿叫袂记，啊，放阿做大了吼。放阿是外国。哦，我已经袂记啊，你放心好啊，这一个盆哦，这要两秒啊，这头要两秒，这大了应该是外久啊，应该是三年以上。阿强，这个，哦，这是安尼吼，这是放唔掉啦，这叫做白盆，这叫做月子白盆。啊，种盆较袂，种盆较白较水啦，但是就是很奇怪，很好吃。阿蛋姐要提供我带去食这个盆，因为这个很好吃，但是就是市场上不能卖，就很奇怪。为什么不能卖？哎，你不来呀？因翻那了不来。哦。因翻那了不来。啊，所以。这是我要管的。不是，伊讲输送的。输送。伊袂使染做伙，你想看这个染做伙对不对？嗯。哎嘛，伊这只伊可能上的过程里底，伊就出问题。啊，出问题就要归伊，归个怎？啊，伊所以伊爱去他拣，反正爱去他撩工，去拣只的。哦，啊！我怎啊从这个活动，我怎啊讲赞助下一下？啊，白蚶的，好食，好食，啊，白蚶水，白蚶拢控制会有问题。啊，是讲你讲，你若单独吼，你想你若自己讲白蚶卖正常，你来食。哦，卖正常，卖正常，你若准则讲，啊，像这个的话就是很简单。啊，白蚶可能就是时间。老师，你有名片无？好，有名片有机会甲你讨论。啊，这嘛白蚶嘛。我的名片嘛，这是我们会员，然后他是在中山民生那个东西，就是他。那我这马龙北汉吗？不，这普通文汉，这是北汉。我伫迄个北门市有啦，罗德高。哦。我伫罗德高咧。罗德高遐。啊，我是迄个昆，我无，我正职是昆山的老师，机械系的。是。哦。谢谢，你好，谢谢，欢迎欢迎。请问大家介绍，请市长。龙眼蜂蜜，那个龙眼蜂蜜。对对对。啊，您自己养的，自己养的，对。好，谢谢。好，我跟你讲，龙眼蜜来，五仔鱼，五仔鱼，五仔鱼，对。对，这在餐厅里面都卖很好，哎，卖的蛮销路蛮不错的，销路蛮不错的。我们记者朋友们，记者用一下。我那有没上？你你夹对？我在这，我是蛮爽了啦。爽了啦，哎，对，我在。我那蛮爽了。哈哈哈哈哈。那我第一场办在这边是这个。比方说以后跟你们合作，以后再跟你们合作，做一些帮忙的。因为我有市长，我这方面我也是玩家，经常我住在，我老家市长，我出发，我来，我听得蛮清楚，好，对，就是帮助兄弟，他是当市长。我给他弄上去，我好一点。比较，你觉得这样变得好一点吧？有一点点，是这样，就这样。龙眼蜜，龙眼蜜。阿妹，阿妹，谢谢。阿妹，这是我们的猫。哎，它这个是很特别的，它用起来之后把它解锁，然后就直接捏，好捏干。对，它这样子它的嚼劲哦，是很蛮。没有弹性。介绍一下，嚼劲很重，要露出它不会松松这样，很怕麻。对，啊，煎起来就很香，很香，很香。最主要是它有。这是海鲜水养殖啊，这是咸水养殖，养料啊，谢谢哦，好，谢谢。